风中奇缘，中天娱乐台敬请期待。艺人曹格因为参加大陆的亲子真人秀，不到一年人气翻红，带着一双儿女到北京开万人演唱会，儿子就开嗓展现好歌艺，女儿包子妹依旧呆萌可爱。歌王曹格唱功没话说，在北京开唱，嘉宾可不能少了他们。展现惊人的抖音绝活，六岁的 Joy 独唱一整首歌曲，遗传了曹家男丁的音乐天赋。四岁的曹家千金则主攻卖萌。人气爆棚的包子妹 Grace 穿起黑色长纱礼服扮小公主，上了台还是自顾自的玩玩手指摸摸脸，不过一轮到她演唱就全情投入。和老爸曹格一起登上万人演唱会舞台，丝毫不怯场的小宝贝完全融化了粉丝的心。这盘涛宇综合报道。